上個星期我就同六位贏咗 Now TV 西甲有獎遊戲嘅得獎者飛咗去西班牙，參加由西甲賽會舉辦嘅 La Liga Experience。究竟我哋搭咗十幾個鐘頭飛機嚟到維戈呢一個小鎮，有啲咩做呢？Remember that it is not football, it's La Liga. So now I'm going to the stadium to have an interview with the players. Let's go. 第一站就先去了西甲球队切尔达的主场巴拉杜斯球场度睇球队的操练。呢一个操练环节只是开放俾我哋一班香港的球迷同埋当地的西班牙传媒，机会非常之难得噶。一场嚟到啦，当然就要 selfie 一下，同呢个咁靓嘅球场影翻张合照先啦。講咗咁耐啊，切爾達嘅球員終於都出嚟啦！雖然天氣都好凍，咁啊，但係咧一班球員都好落力操練㗎，可以咁近距離咁樣睇到艾斯帕斯、丹尼爾華斯等等嘅球員，相信一班球迷都好興奮啊 ！How do you guys feel right now？其中一位球迷 Giraffe 就話啦，對佢嚟講，今次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可以喺一個小鎮入面睇到一隊咁專業嘅球隊，而透過操練，亦都見到球員嘅技術非常之好。好多謝西甲賽會令到佢有咁嘅機會嚟到西班牙。而最令我期待的環節就是可以訪問到切爾達嘅其中一位球員，擔任中場嘅帕保魯·香蘭迪斯啦。唔單止咁噶，我哋仲可以入到去採訪室，等切爾達嘅教練安蘇爾出嚟接受記者嘅訪問。我當然都有把握下機會問到佢問題啦。而我哋咧亦都去到維戈嘅一啲旅遊景點，喺高處底下欣賞呢一個咁靚嘅城市。球迷 Eddie 咧，亦都話多謝西甲賽會今次俾機會佢嚟到西班牙，能夠喺現場睇到西甲嘅賽事，對佢嚟講絕對係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啊 ！Thank you, La Liga. Thank you, La Liga. 而切爾達球隊咧，對於一班球迷亦都非常好，送俾我哋每人一件波衫，仲要每件都印埋名添㗎。咁亦都咧喺賽前安排咗名宿奧比納送紀念品俾我哋，各位球迷當然就有把握機會集郵同埋攞埋簽名啦。終於都嚟到呢個 trip 嘅主賽啦，就梗係喺現場睇切爾達對住皇家馬德里嘅賽事啦。而賽前最令大家興奮嘅，都莫過於可以喺場邊超近距離咁樣睇住一班皇馬嘅球員熱身啊！見到 C 朗、拜爾、馬塞路喺我哋面前，真係好似發緊夢咁啊！見到我哋嗌得咁激動，就知道呢場賽事非常之刺激啦。特別係當切爾達入波嗰陣，全場球迷一齊起身歡呼慶祝，真係令我完全感受到咩叫主場之利啊！而 Hillian 咧亦都話啦，覺得主場嘅氣氛非常之好，球迷都充滿熱情，令到佢好難忘啊 ！I love football, I love Celta, I love La Liga. Thank you.